立定。下有转，下有看齐，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。哎，这不都平安回来了吗？还哭什么呢？报告参谋长同志，红细胞特别行动组按时归队，请指示。回来就好。是。韩立王，到。出列。是。其他人向右转，左后转弯，齐步走。这是你父亲的荣誉，
真正的英雄，祖国的英雄，人民的英雄，公安的英雄，也是你的英雄。在未来呢，具体什么样的或者你什么道路上，还会有许多坎坷。我知道这些年你父亲在你心中一直是块心病，现在可以释然了。对不起，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我把这些告诉你，让你收回去了。像你这么说，父亲也是个好警察。他是好警察，你也是一个好兵。白沙，这里是不死鸟在呼叫。你到地方了吗？对，但是我一直找不到蝎子。这很正常，蝎子他在南面出事了。出事了？他死了？没有，他又跑掉了，只是他的小队全都挂了。整个一个小队都给消灭了，谁干的？去南美的中国特战队员，蝎子，他自己跑掉的。抢手的对决，还好，蝎子没有挂。为什么？因为蝎子要是挂了的话，我的卧底就变得毫无意义。现在他没挂，就说明我还有用处。哼，其实我恨不得他挂了，这次就不用你去出生入死了。我已经走上这条路了。蝎子回公司了吗？没有，他好像跟北极熊闹翻了。闹翻了？根据我们的情报，北极熊当时就决定把蝎子抛弃了，准备让他在南美自生自灭。我就知道他们会这么做，他们向来都是把那些没有价值的炮灰无情地丢掉。现在蝎子活着跑出来，北极熊他们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蝎子现在对北极熊他们一定是怀恨在心，非常的想报复他们。但是他现在孤立无援，非常的需要帮手，所以他会很容易接受我回到他身边，帮助他搞垮公司。我知道，国际刑警组织一直想搞清楚这个公司的活动。一网打尽，蝎子是这个公司知道内情最多的人之一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蝎子他会跟我们合作吗？不可能，我相信你们也不可能跟他合作，因为他是血债累累，他自己也知道，即便是自首也是死。所以对他这种人来说，死缓还不如直接毙了他。他肯定会在这条道上一直走到黑的，绝不会回头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在他的身边，可以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内幕和情报。这样的话，就可以帮助你们尽早地打掉这个罪恶多端的公司。我相信，蝎子一定也想这么做。这一次，可以说你们是不谋而合。你有把握吗？只要找到蝎子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那你准备打算怎么办？我们之间
有应急的联络方式，这个你就不用管了。艾莎，这次通话之后，我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再联络你。好，记住，你要小心。去那边玩。这是我家的老宅，平常没什么人来。既然你不想住我家，也不想跟别人接触，那就先暂时住在这儿吧。好。生活用品我一会儿去镇上帮你买，还有什么需要的，你尽管跟我说。不用了，我自己都准备好了。走，那我去帮你收拾收拾。只能找到这儿了。没关系，在山里过夜都习惯了。对一个老兵来说，这里就是豪宅，没有人会想到我在这个地方。放心吧，你是安全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阿红，站在你的面前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，有女人的地方才是家。你忘了，我一直都是你的女人。想。